吊月，我又多一个。这波啊，这波那啥吧，这波给个腰带吧，魔抗也行，这都不要，这都不要。给个腰带，给个腰带锁着点魔抗，随便给。来来来，连个屁都没给呀！六条脚月锁着甲先给了，这样会不会厉害一点啊？脚月是90、130、135，算了，还是两个脚月吧，两个脚月能有盾，就是打斗士会比较费劲。六个脚月了，下边再给一个。开始了，兄弟们，开始了啊！我准备好了，开始了。就是一把一个皎月啊，想跟我一样扫描左边二维码下载一下游戏《太古遮天》啊，就一把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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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一轮一个，就自己就来。下边再给一个皎月，再下边再给一个皎月，哎，直接就升级了。下载《太古遮天》啊，可以像我一样想要啥来啥，哎。三星了，这把前期掉不了血了。我们锁着甲魔抗大腰带啊，你们说是先拿日炎还是先拿反甲？算了，问你们也没用，因为我们没得选择，我们只能认命。来，再给个皎月。哎，给立上嘴也行，我这都可以接受啊，我这都能接受。我准备好了，就立上嘴皎月随便来，先给日炎吧，要不日炎不行，日炎前期猛啊。塞拉斯随便拿一张吧，正常塞拉斯是不要的，追他费精力没有用。最好现在能给个刺客，我凑个羁绊啥的。龙牙反甲科技枪，你们信我，龙牙反甲科技枪我试过好几回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。为什么龙牙反甲科技枪呢？因为三个左着甲不好拿，知道吧？
龙牙反甲科技枪绝对没有日炎龙牙反甲厉害，他的虚区太低了，那点回血根本他就回不上来的。腰带没有人要，咱不要了，先来个龙爪的。上一波忘记喊皎月了，失败了。来个皎月，不上牌了，我有点生气了，不来了，这家伙差两张啊，快点给我过来，听见没有，快点来啊，快点给我过来，别让我训斥你啊，小小发牌员，可笑可笑，简直可笑。你让我地牌呀，你着啥急呀，你赶着下崽啊。我现在地牌为了啥呀？别乱动啊，要给你上错装备了的，不要乱动。锁着甲大腰带，给皎月，给利桑卓，给皎月，给利桑卓，给个刺客。哎呀，可恶，简直可恶，怎么回事，过分了啊，有点稍微有点过分了，这是穴位是有点过分了，开始来一个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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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天，别给日炎，求你了，就给就给，告告你什么叫一打三，
地完猴哥，这都不至于说地完吧，这就直接地就完事了呗，这为什么要地完啊，这不差一张吗，最后一地没有就拉倒，先等一等，这不着急呀、啊。咱这三星皎月神装不锁血、啊、还有蓝刀锋啥的，马上就四星了，哎呀，这不是版本答案吗，很可惜呀、啊、我们有龙爪的，怎么才能有我的粉丝牌，办一张卡就可以了。我们装备有点少啊，哎，我发现如果你第一名一直赢的话，你的装备就会特别的少，你们发现没有，我发现了，不知道你发没发现，装备真的好少啊，四件装备，你凑人家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都六件，一二三四五呀，你也太背了，这你就五件啊，我们一口算一件，六件好吧，啊不是五件，但真的是越赢装备又就越少，你知道吧，越赢装备越少，我发现这安妮儿要起飞呀，还要起飞，你给我降落，这铲子我们能要，腰带能要，哎呀都可以要，除了大棒子其他都能要，但一定别要这皎月，要皎月就直接就没了，不知道这铲子有没有人要啊，你俩都不要啊，你俩都不要，我可要了，你们这不让我吃鸡儿呢吗，这你们这第一名让我拿铲子，你这哎呀，皎月，啊，带着闪亮的心踏入战场，哪有这道理呢？第一名拿铲子，不行了。冰女得快点升级了，冰女快点升吧，冰女，来来来，下波来个冰女，我递出来一个，我们直接四星，然后开始锁血，啊没事，这波能打赢，满血开始锁血啊，要不然下波要输了，开始快点给一个，给个冰女，给冰女啊，递这么多钱了，十几二十块啊，我操，再递，你们拉克斯升了，升不要，再递，怎么连个屁都没有呢，再递，再低呀，哟，有点烦，这有点烦啊，这穴位有点烦，没事，不行我们升，有些时候你去寻找他
他却不会来。当你不寻找他的时候，他自己就会来了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喂，我们直接上，让他自己来。给个拳套，给个锁子甲，狼哥，狼哥，我要拳套与锁子甲，别给大棒就行，只要不给大棒，其他我都能接受，腰带也不要，女神泪行，拳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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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这大棒给的不好啊，第一手，哎，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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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个！你妈了个巴子的，算了，给了，无敌了。这手利桑卓浪费我一个妮蔻，确实有点烦人啊，确实有点烦人。有同行？没有同行。那家只是要个男刀，这都不是同行，最好还是要反甲，反甲那蓝刀打不动，如果实在没有反甲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哎呦，这寒冰刮痧刮的我有点痛，完了输了，我操，这能打输了，哎呦，来做个两段吧，这不应该输啊，这我知道为啥输了，你们知道了吗？你们知道为啥输吗？知道因为啥输不？没错，没有人拉，没有拉人的人，这就是我们输的点，你知道吧？这就寻找到这到底因为啥输了。现在得拉人口升级，然后呢，把怪给拉出来，没有人拉怪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人来拉怪了。这进夫指定是拿不着，
他们全是那个森林斗士啥的。这波俺们铲子不要了，来个攻速，给上个火炮。靠！那这算了吧，那怎么整？是不是应该拿个铲子？万一铲子还能给我们整出来一个那个，铲子能给我们整出来一个那个自言自立啥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拿个铲子的。但如果自言自立没有，铲子这个东西就等于没有。要这样想，万一下边没爆铲子，这一波我们就拿对了。哎，这得有人拉怪，你知道吧？没人拉怪不行，没有人拉怪，那后排他打不着，全卡胶里头。鬼叔一会儿再给吧，你看看鸡哥给报点啥。鸡哥给报个攻速加女神泪就行，攻速女神泪加把大剑。来陪我玩玩。下轮八块递一下，好不递了，再递一下，再递一下，再递最后一下，好不递了。这玩意儿呢，就有点稍微就有点，有的时候就有点这上头。阿卡丽自己来吧，这都是嫖到的，我都一个都没递这个。那两边输的不应该，但是我们找到了输的原因，这就叫成长了，知道吧？这就叫成长了，找到了输的原因，切不到后排，没有人拉怪。女神泪儿，攻速，这都是些啥呀？这都是。狂徒，狂徒可不太好用啊。这样吧，给个泰坦，然后上救赎鬼叔。65%的暴击概率，阿卡丽不配，阿卡丽没装备给呀，那你咋整啊？有蓝 buff 给了，有火炮给了，有无尽给了，有科技枪也能给一个，那可是没有啊，那你咋整啊？刀锋也没剩二，这家伙几个刀锋啊？五个了。
刀锋卡特换一下好。你看，这就弟弟了，你知道吗？能拉怪那就是行的，要不然都给我卡外边了，全打前排。我们可以拉八了，兄弟们，我上个老头。这家寒冰这么难杀吗？就这家，是因为他斗士太多，有点克我，是不是？他不要说，他不要六永生，他要六斗士，血有点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区区不带够，有点干不过。蓝 buff 可以要，银血剑可以要。我们最后一个，哎呀，最后一个科技枪吧。科技枪，我敢拉太厚了。放这儿啊，给个阿卡丽上营口了，有没有？完了，上头了。你们说是他死是我死？好像是我死。耶，哎，不一定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差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升银升级。哎呦我操，这冰女一个冰碴子拿下呀，没死，运气不错啊。又给个鬼叔啊，给冰女儿吧，有意见没？还是给个派克，给冰女儿吧。派克的虚区基本上没有。
那来，又开始让我给卡特，老要给卡特鬼叔，下轮直接说哈，找一个莫甘娜、蓝刀锋还有劲夫。还好我技高一筹呀，他这吹风为啥吹亚卡利呀？因为啥呀？我这他妈人都动不了啊，这给我一顿控啊，这没动过啊，我天哪，这辣美是真牛皮。可以就这么放吧。说了，说一波上个禁服，没多少血了，三星小法师了。那辣美有点克我，哎呀，这把感觉费点劲呢。耶！又卡 bug， 拿下！又卡 bug， 无处可藏。莫干了！哎，这哥们儿有点猛啊！我怎么感觉他要吃鸡了呢？我还打不过他呀。哎呀，这哥们儿行啊，你下边再打他一轮，你别死啊，你千万别死。现在还得是龙爪子。哎，我有点想那啥，不行，打不过的，这他妈脚边动都动不了，就根本就动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无法动弹，完了，这小子死了。
哎呀，我操，怎么整？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五个三星。哎，有机会啊，辣没死了，没机会。我想上个剑魔，我想莫甘娜不要上个剑魔。或者禁服不要了，我上个剑魔，我们得上个剑魔。要么不要莫甘娜，要么不要禁服，不要莫甘娜吧。我看有没有剑魔这种的啊，或者上头猪也行。上个剑魔，上个剑魔。莫甘娜不要了，上个剑魔。刚宗今天好像很弱。刚宗今天好像很弱。完了，禁服上来技能没放出来，死了。禁服完了，禁服死了，皎月，有机会，兄弟们，有机会啊！看看让他吹什么玩意儿了，让他吹卡特吧。他在最左边，我在最右边的第二格可以让他吹起来，对吧？完了，他怎么有个这么个玩意儿了呢？禁服，起飞一波，天普起飞一波。哎呦我操！皎月顶住，给禁服争取10杆，给禁服争取10杆。禁服来了！完了，输了，打不过。尽力了，这小子们六个三星，我天哪！训练人没。